Hello， 大家好，我是很战神，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这期呢，也是一期 offer 的采访视频。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学习交互设计，你的就业方向呢还是挺广的。你可以做专门的产品设计师，也可以专门做这个体验设计师，也可以专门做这个 UX researcher， 也就是关于用户调研的调研师，也可以做这个非常非常视觉方向的 UI 设计师，甚至你可以做产品经理。那今天这期的视频呢，就是一位工业设计背景的同学，他如何从这个工业设计背景顺利的转型到产品经理的故事。好的，那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双城之战》呢？就是英雄联盟的那个动画片，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整个故事情节非常非常的精彩。他们这个故事呢，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威，一个是金克斯，然后他们的性格呢，就和他们在游戏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反差，毕竟他们那个时候还小呢。然后其实我就很喜欢这种，就比如说坏人变成好人，或者是好人变成坏人这种故事情节。比如说小时候就很喜欢看那个《灌篮高手》，然后里面有个人叫三井寿，他就是本来是一个不良少年，然后慢慢变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然后后来很喜欢看那个《火影忍者》，里面有五艾罗，他本来也很坏嘛，然后可能被鸣人感化了，然后就由坏变好，变成一个好人。他本人也很帅。然后现在这个《双城之战》里面，就是这两个人，金克斯呢就是很呆萌、很软萌，然后又有点怯懦，又有点不想拖累大家这种小小的女生，然后很乖。然后威呢就是很有爱、很温柔、很耐心的一个大姐姐。那这个跟他们在游戏里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威就变成那种一定要先一拳打过去，然后才跟你啰嗦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金克斯呢就变成了一个神经兮兮、有点疯癫的一个女生，就你不禁就想，哎，这个十年之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导致这个故事的情节就变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们还是姐妹，就又是相爱又是相杀，本来是同一个国家的，然后被这个命运的牵扯，就必须要反目成仇，就这个命运的交织在这里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你还可以在游戏里面看到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动画片真的太好看了。然后我就现在看完了三集，我就真的已经等不及了。说到这个英雄联盟呢，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前几天我真的是在命运的召唤情况下看了这个英雄联盟总决赛的这个决胜局。因为那天本来是周末嘛，然后我周末一般会起得比较晚，我定了一个闹钟11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10点钟就醒了，然后醒来我就懵了，哎，为什么10点我就醒了？然后就刷了一圈手机，然后就发现这个微博啊，还有这个微信的朋友圈上面都说什么 EDG 夺冠 flag， 然后我就问，哎，这个 EDG 是不是已经夺冠了？然后我朋友说，不是，现在才决胜局。然后我就妈耶，就赶紧看。然后没想到这个最后一个决胜局就打得特别特别稳，然后特别的精彩，然后有什么一换四啊，拆塔也特别的稳，就整个最后包括他们说我们是冠军那一刻，就感觉我这个热血就沸腾，然后瞬间就看到这个微信朋友圈啊，还有微博上面就刷屏嘛，就都是 EDG 夺冠啊，然后大家都很开心。还有什么宿舍的这个老爷爷就还以为台湾统一了是吧，就觉得整个这个就可以让全民这么一种狂欢的这个精神世界还是挺好的。其实我打英雄联盟也没有2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文化建设啊，包括他们世界观的建设，包括他们很多的人物联系起来都有故事，觉得他们整个这个世界观建设的特别特别好，然后特别精彩。那这个就是题外话，就是主要就是想聊一下这最近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主题，来看一下这位同学，他是零基础转专业到这个产品经理，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是工业设计的本科，就是在国内我不太想做工业设计，当时就是想转行。我看到一些岗位的描述上，它就是 UX 啊交互它都会写他们比较prefer工业设计这个专业的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首先我在学校里的作品集摸着良心来说的话，我觉得用学校作品集应该是拿不到offer。后面就是我在秋招之前，当时跟着战神的课程，就是比较系统性的做了一个UX 的作品集。其实我当时也有横向去比较一下吧，就是首先我是觉得视频整体制作很用心，然后干货也比较多，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
可以在比较短的视频时长，就比如说大概一般就是30分钟之内，就大概可以就把整个视频看完，并且 get 到这些的点。之前有去对比一些其他的，他就会讲的非常长，那个时间就整体他们的学习体验就是会比较让人觉得很困难。但是对于战神的课程，就是之前在哔哩哔哩上看到那一期免费的那个系列，整体的学习体验是很好的，然后就决定继续到了后面的那个作品集班。在做的时候，首先是发现作品集上的问题，就是之前做作品集，前期会缺乏，然后还有就是，整体个人的知识层面上也有一些漏洞，比如说前面用户研究啊等等，就是在最开始的理解，可能更多是一直在注重 UI 的那一部分，但是对于 UX 就是整个前期啊，用户洞察、需求定义这一块是很缺乏。他们在招人的时候，他们有觉得你没有学历或者说你没有背景这一点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属于转专业嘛。就从我面试来说，一旦他发起了我发起了面试，他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其实个人会比较喜欢前期就是去 define 的那个过程，因为我是在国内读的工业设计专业，就是我们在学校里的话，他主要就是看最终的那个产品效果和展示，但其实它对于就前面比如说用户的洞察还有定义需求，就我个人经常就是拍脑袋去决定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就是也会缺乏一些比较逻辑性的呈现。所以当时在学校里做出来的作品集，可能十页里面有6页左右就是一直在放最后的效果图啊展示这样子。就当时有在强调就是整体的数据可视化，就是我的整个作品集里面它有出现过很多数据的部分，然后当时面试的时候，就是那个面试官他也 get 到了这一点，他说他理解很多设计的学生都是非常感性的去决策问题的，但是想知道我这个为什么可以产出这么多数据，他有问我获得这些数据的方法，就是当时有个问题他就说让我穷举一下有哪些用户研究方法，我就记得这就是分定性定量啊，然后回答了一下他的一些问题，然后他觉得很满意是吗？对，就是因为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就是define 的那一部分，其实我因为我在之前对 UX 它整体的这些知识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几乎是一个就是边做作品集边学的过程嘛，然后我后面就是觉得我在前期那些 define 这些过程我太缺乏了，然后我后面上完课我又去学了一些，就看了一些书，然后看了一些其他的那些教学之类的。上班还好吗？有顺利吗？工作挺顺利的，我很喜欢我这份工作。那就好。好的，那大家听了永兰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受到了鼓舞，受到了启发呢？其实永兰是我们比较早期的一批学员之一，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他的基础呢其实是有点薄弱的，那他呢就没有被他的基础薄弱啊，或者是这些不自信，或者是外界的这些力量所干扰，他就一门心思的去把他的作品集做完，包括他很听我的建议，比如说我让他改什么他就会照这样去改，即使可能我不知道他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彷徨，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怀疑，但是他还是会按照我让他说的去改，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其实行动力真的是满分。那本来呢他其实是在同期学员当中是非就是基础比较薄弱的，但是他其实是在同期学员当中较早拿到 offer 的学员之一，我真的是挺为他感到开心的。那大家如果想上他的同款课程的话呢，请点击视频的下方，那我们呢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新课程来播出，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官网 odyssey.coach。我还有一个小小通知呢要告诉大家，那在我这个 B 站3000粉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发了一个福利，就是免费的 Figma 教程，如果你在我的粉丝互动排行榜里面的前10名就会有这个免费的 Figma 的教程。那现在呢我这个粉丝大概是6000多，这个涨得也太慢了对吧，我可能在某一个整数的时候呢我也会发一个粉丝互动福利，那在粉丝互动排行榜里面前10名的同学呢，你们可以拿到免费的 Principle 教程。 Principle 呢是制作动效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你们要做很炫酷的作品集的话，一定需要做一些 interaction 的动效，包括原型的设计，那这个 principle 呢会很大程度上的让你事半功倍，也会让你做出非常酷炫的东西，也会让你的同学觉得哇你真的是软件技术咖，就是这种软件大咖的感觉。
好的，那我最近呢也在筹备这个 principle 的教程，包括一些新的作品集项目教程，也会陆续的和大家见面。那大家敬请期待，如果你想要那个 principle 的教程的话，也可以不断的点赞，不断评论，不断的发弹幕，只要你在我最后的粉丝互动排行榜里面前十名，就可以拿到这个免费的课程啦。好的，那最近天气转凉呢，大家也一定要多穿衣服，并且呢这个冬天那个疫情可能会稍微的有点严重，那大家呢也要注意这个防疫工作，然后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然后尽量注意安全。好的，那大家好好学习，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